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挑战极限体能王。好难哦，他真的不会掉下来吗？怎么会来这个地方呢？3、2、1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亚。看看我现在的穿着，还有我们的背景呢，就知道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运动系列啦。还记得我小时候呢，在这个上学之前，一定要打开电视，然后看着这个百战百胜搭配早餐，就会每次都会想说，奇怪，这节目里面的关卡看起来也没有很难啊，为什么每个人走一走之后就掉了啊，走一走之后就下去了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挑战极限体能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来到的就是在基隆路上的 GymFit 宁甲。顾名思义呢，在这里呢，就是需要攀爬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本来很有信心的，到我进入了这个空间之后，我发现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还难。哎，所以呢，我现在也在现场临时请一位教练。好，那我们欢迎教练。对，教练要吗？我是 GymFit 宁甲的 Vic 教练。那教练平常有玩一些不同的运动？以我自己的话，我有在攀岩啊、重训，然后还有玩体操、健体能王、潜水。然后溯溪爬山，太强了吧！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，马上请教练帮我们介绍，然后以及带我们玩吧 ，Go！ 那基本上我们今天摆的关卡就会是一般初学者，待会的话请你麻烦站在这边，待会的话你就抓着这个星星，然后脚离开我们的塔阶就往下滑，那我们目标就是前面的黑色的大地垫。我准备好了，好恐怖！哎。就是趣味的，当作所有的关卡的一个开头。第二关的话，我们就是会稍微把难度进阶一下。这看起来很难耶。第二就是从这边，双手抓着木棍之后，我们脚踩上网，先去移动你的右手，尝试把脚站宽一点。然后在站的时候，尽量把你的重心往前靠近，会比较容易去保持你的身体平衡。好，最后站下来。我觉得这一关就有点危险了。喂喂，哎，这他怎么会倒？它不会掉下来，相信我。好，先移动你的右手。好难哦，它真的不会掉下来吗？不会。好，那现在试着把脚站开一点点。对，右脚直。好，左脚不用动。OK， 好，左手伸上。好，然后再慢慢的往右边。哇，看似很简单，没有哎，手好酸哦。差不多都在移动跟脚。我们
不要再挑战第二次。我可是连捷运都会晕车的人，我觉得我平衡感应该很好。但是这到底是什么荒的程度？稳住！屁的！那在走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是把，就是你的中轴维持在天杆上面。那另外它摇晃的时候，把你的三只摆出来，当做平衡，这样子它就不会很比较不会晃。哦，原来就像金鸡独立的概念。我们再走最后一次，一定要成功。金鸡独立而已嘛，射空啊！等一下，不可以，不可以笑，不可以笑。金鸡独立而已嘛，射多难。我刚以为我可以，都觉得我烂。接下来这个关卡的话，考验手眼协调，然后外加你的胆量。那我就示范最轻松的方式，用坐着的方式荡过去。好，调到这个。好。我就烂，我要先试最简单的。夹的位置太接近膝盖，我们尽量夹的位置越靠近你的大腿跟不远。我们现在呢要来挑战第二次，然后这一次呢不夹脚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。OK， 可以。哇 ！OK， 嚯，忍者就是我。那代表你的抓握能力是真的还蛮强的。太好了，教练认证。接下来下一个关卡的话，以你的肌力来讲，我觉得过得了。好，抓到它之后，身体会有一个自然的摇晃、摆动，那去维持它。后荡的时候也是这个方向去放手。往后的时候放手，往后的时候放手，对，往后的时候稍微拉一下放手。好，抓到这个叫什么？下来。感觉难度有点高。来了，嘿，这个难哎。OK， 好，维持这个摆荡，往后的时候放开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没错。好，抓到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抓到了。OK， 好，往后的时候放手，身体就会自然的往前放。对对对。哦，好痛。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刚刚没错，那这个也是我们极限体能王的经典关卡。你们知道这有多高？3米9，三米九等于是快两层楼了呢，这是第二层楼了呢。以后我如果学了这招之后，我就可以飞檐走壁，直接上二楼。它比较像是往上蹬。那待会的话，我目标碰到忍者的那个图案，看一下，碰到一样，转身往下跑。为什么在教练的眼里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简单？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希望我等一下不会是这样子下来的。OK，Go！ 哇 ，Fuck you！OK，OK， 好，好恐怖啊！那待会的话，帮助你准备，我们会先把绳子放下来。你越晚拉绳子越好，当然最希望的是你可以完全不透过绳子，直接跑到墙壁上面。待会的话就没有绳子。教练很像是在丛林里生活的非常好的一个人。教练是上人，不要考那个中人。对对对，能不能一次就成功啊？我可是运动界的奇才耶，怎么能够上不去呢？不抓绳。要准备，3、2、1。这次就挑战没有绳子。好，我来了。上去。看啊，左手伸上去，对对对对对。以极限体能王的游戏规则来讲，最后的话我们要把所有关卡一到最后一个，那我们一次挑战完成，那看你能在多短的时间之内完成。
这样示范完了，我就要玩个屁！我们来挑战看看，走吧。Just a boy, Christmas brought so much joy. Couldn't wait for the presents and laughter. I couldn't sleep late at night, looking for Santa with lights. Those are the memories I still remember. Then I became a man, lost sight of who I am, but right in front of me was the answer.整个过程蛮流畅的，倒数第二个关卡其实也只有一分半而已。那刚才给他的目标是两分钟，是他在最后爬墙的时候稍微卡关了，爬不太上去，所以在爬墙的时候稍微花了久一点，所以最后时间是2分01秒，其实算蛮快的。他的体能算很好，比我预期的还要好蛮多的。可惜只有2分01秒，差一秒，就一秒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终于完成了整套的极限体能王，厉害的。也很感谢教练，因为我们今天很临时的来拍摄，还特别来帮我。好，那如果对极限体能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也可以来这里体验看。我这边店名叫 Jimmy Bean Ninja， 在台北市信义区基隆路125号。基本上我们都是采预约制的，那一次游戏时间会是2个小时，基本上是接至少6人。然后我们是看人数做收费，个人的话是1000块。有人有办法一个人玩2个小时吗？对，所以我们才会带团体啊，希望大家揪朋友来，然后大家可以互相激励。一个人在尝试的时候，其他人也可以休息。我也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来的话呢，揪个3-5个好友就可以来这里包个团客。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体验啦。所以有机会的话，大家就来玩喽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就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好，谢谢教练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哦，上规律就对。好像后背这边要有一个扭的感觉，就很像泰山那样。对对对，摄影师日常。有没有突然间觉得我的体力是蛮强？你知道你也强，你都看得懂啊。是不是？是我要来当主持人，来见到我们的摄影师呢，也要来挑战速力之强了。加油，可以的，我都上得去了。哇塞！